几乎小区定期拢安排社区关怀古典的课程，除了提升志工甲照顾人员的基础服务，嘛积极来推动新的主题吸引长辈参与。适合伫林德成功社区，伫这类推广用米代替米粉所做米条。其中吴伟廷甲议员吴宇环嘛亲身来体验动手做的滋味。同时现场也還有绿豆糕等点心的制作，希望借着创意服务来让长辈有方失地失灵，也温暖大家心。过来一遍，过来一遍哦。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来拿出来。来拉缸，拉缸。哎，让大家可以知道米食有很多种，哦，除了做可以做面包，可以做面条，还可以做凤梨酥。这些都是推广米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面食了哈。那因为其实做起来也很好吃，我刚刚吃，我以前吃过那个米面包哦，那真的是做得很好。所以呢，这是一减二狗蒙拉二减三口，一方面很疗愈呀，哦，但它除了严肃的这个关怀据点的协调汇报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去动动手做米食，还可以控头油，那这样很开心。另外，东山区公所也提供两千斤的番薯，和现场学员学习番薯的料理，做成两人酥、米包、王奶酥等小点心，相当的美味。小舅表示，社区照顾关怀古店的生意，除了关怀照顾加健康促进，也是长辈联络感情、活到老、学到老的好所在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采访报道。